朋友，我们逗留的越久，达古尔又会杀死更多的盟友。这里是父亲很久以前的巢穴，这个地方的岩壁里还藏着不该动用的力量。卓格巴盗用了原本不该属于他们的力量，这件事肯定和此处岩石中存留的力量有关。纳瓦罗格叛徒，你竟然带领入侵者对抗我们！不能让达古尔控制神锤乌拉罗格，他不是要征服高岭，是要毁灭高岭。就算这样，我也乐见其成。罗克摩拉，碾碎他们！灭灭侦查！我要先找到目标。哦，他们知道我们来了，希望盟友能吸引他们的注意力，争取足够的时间让我们完成任务。快点进去木桶，我会挡住他们，等一下在下游会合。我才不要跟你一起跳进木桶，我会自己想办法，待会儿见。地底之王派奴隶去挖我父亲的骸骨，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做什么。废物，你们把食物藏在哪里？求求你，我们已经交出所有的食物了。到处搜一遍，这些贱民把军队的粮食藏起来了，不战斗就不准吃东西。谢了，纳瓦罗格，看清楚你的英雄是怎么死！原来这就是骨头碎掉的感觉。准备行动！
之母，起来吧！要是让他们完成召唤，通往达古尔的路就会被挡住。他来了，纳拉萨斯会将你们啃食殆尽。好啊！等等，不要！啊！离得太远击打孤儿。抱歉，各位英雄，看来你们找的宝藏在怪物的另一端。牛头人相信你就是预言中会抢走我神锤的人。太可笑了。我现在没有目标。我可是够格的泰坦之力持有者，来看看阻碍我的人会有什么下场。抱歉，各位英雄，我要在这里留步了。我为你们的英勇事迹感到骄傲，
也相信你们不会在这一刻让高里失望吧。来呀，有本事就来抢走我的神锤！这座山会吞噬你的骨肉，大地在撕碎他们！怒吧！这怎么可能？我是被选中的。神锤从来没选中你，达古尔。神锤找的是拥有真正力量的英雄，而你不够格。事情结束了，英雄，杀死达古尔，夺回神锤之后，卓格巴已经元气大伤，重新统整部族的漫长工作正要开始。但至少高岭已经恢复平衡了。各位英雄，高岭感谢你们粉碎了暴君达古尔的势力。很不巧，我还有一些家务事要亲自解决。再见了，希望下次见面时局势已经稳定下来。